沙迪，嗯，这身可以吗？嗯，这身不错，就这个吧。丁蟹，给你们准备了点水果。我换衣服呢，你先别进来。干嘛呢？这还不让进了？给，行吧，我去接你弟弟，你俩把家看好啊。好好，你放心吧。等我妈出去了，赶紧带我去找那个理发师，不然真的来不及了。哎呀，放心，不会来不及的。该不会那个理发师就是你自己吧？啊？靠谱吗？拜托，本大师专业剪刘海15年，没有比我更靠谱的理发师了，好吗？斜刘海、齐刘海、欧美的、韩系的、日系的，只有你想不出来刘海，没有我剪不出来的刘海，选一个吧。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。不行，选一个。这个，这个多不好看呀，一点都不洋气。这个吧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多洋气啊，就这个了。你别动啊，这个是这样用的吗？相信我今天晚上绝对会让你惊艳四方的。沙迪。我有点害怕。哎呀，别怕，你脸小，我就随便给你修饰一下脸型就行了。而且经过我多年来的经验对比，这个刘海长度是最完美的比例，好吗？啊，那你选等一下，了。你慢一点。九儿，怎么样？我好像忘了把你脑门的弧度给算进去了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！沙迪，我觉得我现在拿把锄头就能下地干活了。哎呀，哪有那么夸张嘛？其实看久了也还行，就是第一眼看的时候吧，有点不太习惯。那你有什么办法第一眼看就能看习惯的吗？绝交吧。